如果在闹市有一个超过150,000尺以宠物做主题的商场，里面还有宠物专用的电梯，你会不会想即刻带你心爱的毛孩过去玩呢？讲紧嘅就系位于荃湾人流逼爆旺区川龙街88号呢个全新装修以宠物为主题嘅商场。呢、这个商场位置超正，俾川龙街、新村街、大屋街三条旺街包围住。地库至4楼商铺总建筑面积达到15.5万平方尺，已经有唔少商铺进驻入嚟准备开业。2楼仲有个儿童主题乐园，小朋友甚至家长嚟到一定玩到唔舍得走。而3楼全层都系宠物相关嘅铺头，例如宠物咖啡、宠物食品、宠物摄影、宠物体检，甚至连宠物旅行社都有，为你挚爱嘅毛孩提供最贴心嘅服务。而且3楼呢层仲有个大平台，可以俾你嘅小朋友同毛孩开心放电。至于4楼全层已经由日本文化食肆租用，到时当然欢迎带埋你哋嘅主子一齐入去 happy 啦！呢个商场设有100个停车位，揸车带宠物过嚟非常方便，而且仲有宠物专用嘅电梯直达3楼至4楼，真系非常之贴心。荃湾近年有唔少新屋苑落成，为区内带嚟强劲嘅消费力。而且方便的交通和行人天桥网更加吸引大批外区市民前来消费。川龙街88号楼上就是有超过150户的海天豪苑，而且在正阳屋道街市附近人流全日都咁旺。我们中原工商铺依家特约代理川龙街88号的租赁事宜，想进驻这个咁特色的商场，食尽咁旺的人流和消费力，就要即刻联络我们了。